接咧都係冇問題嘅，但係第一樣嘢你冇同佢講，女間係要燙嘅，
但我呢條係有燙嘅，阿麻煩啦、啊。你頭先邊個叫邊個嗰條最醜咧？呢個。OK， 大家先留意呢一條。冇痕嘅，我頭先都係卷嘅啫，我係卷筋嘅。OK， 再留意希哥呢一條。哇！靚啊 ，wonderful。咦？又唔係大炒。巢唔巢咧？睇兩樣嘢，第一，大家睇最頂呢條邊，呢一個位自動接咗嘅，就擺嚟冇燙噶啦。第二，有接品嘅都係冇燙嘅，因為縱使你之前已經接咗筋，開翻出嚟咧都唔應該有接品嘅，證明呢條筋咧應該係接咗到底。接完之後就咁掹開少少，掹出嚟就擺喺嗰個袋裏面。呢啲經常有噶啦，寄俾翻你。我啊，唔係呢個要唔要兩萬？啊，幫接咗佢，接咗啦。嗱，一陣間話俾你聽，接出嚟有咩分別？咁正常啦。呢、這、一個係我哋揾我啊，就擺喺底嗰邊接啦。咁你頭先接法都接過啦，應該係接兩大節，三節兩大節，然之後兩大節之後，你會露出一個角，呢、這、一個嘅位置大概一隻手指到兩隻手指節啦。咁然之後呢，直接喺角嘅另一邊反接三下三層，然之後掃翻平佢。給多10秒喎。嗱呢條咧係燙過嘅筋，接咗之後嘅樣。第一條冇燙過嘅筋，接咗之後嘅樣。已經進入試啦。嗱，留意一下，燙過冇燙過嘅筋。第一，你會睇到面頭係有皺痕嘅。第二，你會見到呢一度呢啲位係好平服嘅，呢度係會有鋒一啲嘅，因為我頭先係軟筋啊，應該係鋒少少嘅，再鋒一啲嘅，明白？所以你唔好以為你戴上頸啲阿叔睇唔出啊，好大分別㗎，特別係喺你哋啲成員旁邊一個比一個之下，你條筋鋒唔鋒，有冇接痕一望就計唔到㗎啦，唔好諗住借啲耳啊，整過你哋。接完之後咧。阿嫲嫲將條出一出嚟，接完之後，咁樣，唉煩啊，好鬼鬆啊！嗱，呢個又會放筋嘅，有有呢個頭，應該咧，十五內嘅標準，兩邊 V 字係對齊啦，然之後筋應該啱啱去到頸頭樓對落嘅，咁呢個位置一個標準嘅打筋方法。後邊，嗱呢個就冇啦，攞翻出嚟，應該係啱啱好，最近呢個 V 字係去到呢度，唔好有啲咧就長到嚟呢一度反曬咁樣 ，OK， 咁呢個 V 字就唔啱啦 ，OK， 太短又唔得，太長又唔得，呢個就要算係比較標準㗎 ，OK， 明白，黃西啊，代表你哋有邊比較難忘歷史嘅，咁樣咧呢一邊咧。大家可以想睇啦，中間係你個女筋啦，第時你收到你哋會做咧。你唔驚？哎，我唔好啦，我收咗。哦，咁就收啦，快啲講咗啦。哦，好。你又好似有。你第時收到會員寶咧，話聲。我俾你快啲。都有冇會員寶嘅嘢啊？可以貼相啊。第時你會有一個童軍嘅記錄冊，記錄你自己一般嘅個人資料啦，冇相嘅，關人都冇寫。你隔離啊？嗰、那個皮膚咩咩鐵㗎？呢度係你個屋細嗰啲嘅地方咩？好穩定，好穩定，全部冇加上全部。知啦，呢度咧啲個人資料啦，你自己嘅將進度性即係皮衣咁樣嘅程度到邊度啊？呢度咧會記錄曬嘅。咁佢到可以咧，幾好喂！咁樣咧，同埋咧，呢度咧會有基本嘅你製服嘅章要點釘啦。咁你第時可以留意一下啦。上款項。今日咧就先同你講講基本上上面嗰啲乜嘢，你唔執面啊？嗱，首先咧，第一
就會有你哋嘅國家嘅章，因為我哋係香港嘅香港啊，咁冇內地嘅，冇中國嘅，唔好意思。咁樣咧，左胸袋正中間咧，呢個係會員章，就代表你哋已經成為咗童軍嘅正式會員先可以釘嘅。咁再對落咧，呢個係領袖嘅釘法，係呢個係領袖釘法，你先睇過先定冇睇過先？呢個咧，會員章對落呢一個咧，就係你哋嘅職位級數。呢個咧就係二柴，我哋嘅隊長。隊員，嗰個咧仲未有嘅。呢個咧，你會應該有機會見到咧，就係一柴、二柴、三柴。一柴咧就係副隊長啦，二柴就隊長，三柴咧就係團隊長。團隊長咧就即係咁多個隊嘅隊長，即係隊長中嘅。拉人真真。另外呢一邊咧，就係你哋整體嘅進度性獎章，整體嘅進度性專章。好長啊！進度性專章咧係乜嘢咧？就係講你哋嘅童軍階段去邊一度。咁佢而家呢一個咧就係藝行啦，藝行啦。咁最低咧就係由探索、藝行、挑戰到你嘅最高獎品就獎章嘅。咁你就上章咧，就我哋就一般就係落草地班嘅。咁我嗰陣時咧，就係、香港大學全落草地咧，就係呢個行政長官班發嘅。雖然就好耐之前啦，依家咧今年咧就轉咗去旺角大學，真係好特別，就唔知由邊個啊？但係一般嚟講，歷屆都會由係由呢一個政府級高官以上，即係例如行政長官、政務司。政司或者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嚟班嘅 ，OK， 咁呢個係你哋童軍生涯入邊最高榮譽啦，咁你哋要好努力啦。哇！再轉一轉身，呢一邊係你哋嘅身份象徵啦。個右邊個頭對落呢度應該係一隻到兩隻手指位咧，就係、你嘅女條，我哋叫做女條咧，就係代表你哋第幾類嘅，我哋就係。九龍第十五類，你哋所以要立清楚係九龍第十五類，因為香港有香港係港島第十五類，有九龍第十五類，有東九龍，有東九龍第十五類，有新界西第十五類，所以你要聽清楚到底你哋係邊一個十五類，因為同一個諗法咧喺唔同嘅地域裏面都可能有同一個類型嘅，但係你會一般會睇個。女女條就分別好啦，因為縱使同一把女條都係唔同顏色，係中間嘅。咁樣咧，對落你會大概一隻同兩隻手指位咧，分開中間雜骨左右咧，一隻到兩條闊嘅呢度，一隻應該一隻到兩隻手指位，一隻咁啊，我見到下底。我睇下，大概啦，一隻到兩隻手指位咧，係你哋嘅區龍嘅象徵啦。我哋係九龍區嘅旺角啊，九龍地域嘅旺區，九龍地域嘅旺區啊。香港嘅地域咧有分九龍地域同埋東九龍地域，但係就叫西九龍地域。我哋係九龍西九，唔好問點解，係咁分出嚟。OK， 旺角區咧就係旺角區嘅啫，應該就唔向第二個旺角西嗰種噶啦。咁啊，下面再對落咧，應該係直到去你三袖邊，就可以三袖邊雜骨位對上一隻手指位啦，或者兩個章對落三隻手指位左右。因為咧，以後呢一度咧，你可以畫一個章嘅，啊，我哋叫做維馬世界城章。咁咧，所以要兩個空位。咁對落呢個位咧，就係你嘅隊式。你每一隊點樣分別你係邊一隊咧？就依啦，依一個顏色啊，依一個顏色咧就取咗你邊隊，例如依一個係咩啊？釣魚郎隊 ，Game Fisher， 咁咧，假如 Tiger 咧就 Tiger 隊隊色啦 ，Lion 啦，第時你入咗隊之後歸隊之後咧，你嘅隊長咧係會去選一個新嘅隊名，去換一個新嘅隊色，你會有自己嘅隊色，由你自己拎翻上嚟，你都中意。係啊，係你隊跟啦，你見到佢頸上有呢一個小隊活動嘅圈，
呢個咧就係考到一定級數嘅時候咧就會有嘅。我仲未有。我而家知啦，我係要爭先。係自由噶。好，我出嚟啦。好，到呢一邊，左邊膊頭就係你嘅你所謂嘅公分啦，即係你哋嘅能力去到邊度啦。咁唔同嘅專章咧，就代表你考取咗唔同嘅課程啊、能力啊、技能啊或者資歷嘅。下面你見到會以波浪形釘落去嘅咧，綠色嘅咧我已經最早啦，藍色我叫技能組，紅色咧就叫服務組。金邊啲咧教導就叫教導組，金邊咧就有分紅色、藍色、綠色嘅三個組別都有教導組嘅。咁紅色嗰啲金邊係勁啲？冇錯，啱啱就想講。一般嚟講咧，我哋講咧興趣組咧，因為只係個包括嘅內容咧就比較簡單，同埋係個人興趣嚟嘅。咁佢所以比較內容比較簡單啲，所以叫咁多咧係正常嘅，呢個係正常嘅。而家上面技能組咧就比較一啲技能化，需要特別考核或者需要特別嘅挑戰技巧先可以考到嘅，所以叫技能組就比較難少少嘅個型啊。OK， 上面紅色服務組呢啲咧，就除咗要有特別技能同埋有特別考驗之外咧，可能需要你有特別嘅服務時數，即係你要有一定嘅服務嘅時間之後先可以攞到嘅，我要服務組，咁啊比較更加難考啲。所以咧，如果要再考到金邊咧，就即係你要教佢個金邊，就代表佢教過一啲人去考一個同樣嘅章，咁佢就會有金邊噶啦。咁佢就負責做領導嗰個，所以係金邊係再更加難考。OK， 咁但係咧，我要識嘅金邊咧就係最低快嘅，最低級嘅。但係好過我，係最好過我。所以咧，嗱呢個咧基本上就係講我哋嘅功分啦。咁如果你哋對呢啲專章想知多少少嘅，可以上同軍網頁，去翻同軍總會網頁，入翻同軍天地嘅網知無網，咁就有㗎啦，有齊曬。專章唔係